SSS sessions on three. SSS sessions. June， 请问一下，你在这个课享受课程的过程吗？有。首先就是很少有机会可以这么早上山滑没有人滑过的面条雪，对，这是机会非常难得，而且滑得非常舒服，真的，第一次，因为这个课程，所以体会到了，早晨第一批上山滑粉雪，滑面条雪的感觉，对对，非常享受。在这个课程当中啊，你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对我来说，其实最大的收获是。我的刻滑，对，因为我也滑雪滑了很久了，对，一直以为自己的滑雪应该刻滑应该还是蛮不错的，是，但是经过上课以后发现原来还有改进的余地，还有进步的空间，然后另外一点就 是其实通过这个课程是，然后那个。我也了解到应该要怎么样去教人进阶，对，这是我觉得对我的感受非常深，非常好。最后想问你一个问题是，你会介绍你朋友来上这种课程？当然，我觉得就是不光是考 Cassie 的，是，就如果你不是想当教练，但是来参加这个课程的话，是对你的滑行。对你以后比如说朋友之间的一些简单的教习都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很好，对，所以我非常感谢Butter 老师，很棒。好，那我知道你要接下来去考二级教练吗？对，我先祝你考二级教练成功。好，谢谢，加油，谢谢。我觉得这四天的课程对我非常有帮助，非常享受，是因为我们这个作为第二语言是，然后你的英文也不是那么的就是听力啊，对，干什么不是那么准确的话，你会你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你也做不到那一点，因为就是那一点你做不到，就是做不到，所以我觉得这个课程非常帮助我们这个有英语障碍的，就是又想对，又想这种滑雪滑得比较精一点的，所以要多学习，是，跟好的教练是，多学怎么滑行，怎么最大的收获就是我觉得滑行肯定有很大的收获，因为哪一类的滑行，小转刻滑，小转刻滑都有，就是你能克服一些在陡坡上就是你会就是失控的那种，对东西就失控，你就会出危险了，是，就这个有帮助。还有一个就是我认为老师在教学过程当中他会讲这种循序渐进的这种方法，就是我们不能够就是从什么高级一开始，你要把基础打好，对，你要能滑行基本的那个基础，然后一步一步晋级，这样才是最好的。非常好，我觉得我会的。不会的，为什么？是因为我觉得它能够帮助我们有这个第二语言的人，就是更加这个对滑雪有更热爱，对，有晋级，有滑得更开心的一种这个享受这个过程，享受这个过程。对，好了，我知道你没有要去考二级，我想祝福你在未来的滑雪路上可以健健康康，永远享受。雪喷到脸上凉凉的感觉，是的，恭喜你，开心，谢谢。你有享受到这个过程吗？有啊，有享受到这个过程。你觉得非常的开心？我觉得就是滑行的时候很多那个问题，我觉得得到了准确的纠正。然后整个滑行那个技术技巧是，我觉得有提升，有明显的提升。你会介绍朋友来上这个课吗？一定会啊，会啊。太会了，会介绍我身边的朋友，会推荐他们啊。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喜欢滑雪，滑雪最近几年比较流行嘛。对。对啊，很多人想学，然后的话嘞，就是很多信息满网费嘛，对吧？很难找到就是合适的教练。对。很多时候，很多人都是入了坑以后再去踩了很多坑，然后对花了很多钱，然后才能找到一个好教练。对。那像咱们这个机构的话，我觉得。
这样，我觉得直接来就肯定没有问题。接下来我知道你要去考二级教练，啊，我在这里先祝福你成功。好，加油！谢谢。